月前，我们在查处一起文物走私案件时，嫌疑人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。这儿有个盗洞，就沿着他查了往前找。找到盗洞出口了，石锅丢了。这是李队长做的行动方案，是不是应该派人去调查一下万教授？小赵警官，选你，当然是考虑到你家的特殊关系。你凭什么认为万正刚会认我这个女儿呢？当他是敌人还是客人，取决于你哦。你说我是不是史上最高调卧底？胡爷，万教授是九号墓关系圈里唯一有能力也有嫌疑盗取石棺。九号墓买卖太大，所以中间人只能是万正刚。我想做的就是督察。万正刚，跟我去局里。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一个做学问的人，而且是你们的父辈？他是大学教授，一辈子的干干净净，他能忍着不挂的风险，就是为了孩子。去玩吧，小警察。他帮了这么大的忙，你还怀疑他？